2016年11月28日下午3点多，在广东省四会市的一条国道上，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原来，这是四会市公安局为一名重要嫌疑人展开的一次抓捕行动。这天下午，四会警方出动十余警力，组成三个行动小组，在国道上撒网围捕。嫌疑人疯狂逃窜，与警方在这条国道上上演生死时速。他开了一辆小轿车，自己开。我们一对他围捕的时候，他疯狂的逃窜。在车国道上逆行，从另外一个方向逆行过来，一路的狂奔了。一起逃跑的时候就撞车了嘛，就撞到停在路边的一台车。相撞以后，我们也开车的逼上去了。别上去了，把他逼在车里。好头，快来！好头，快来！嫌疑车辆被民警团团围住后，嫌疑人拒不打开车门车窗，他拔出随身携带的刀具，挥刀抵抗，与民警展开对峙。这样的话，警察啊，出来啊，然后他不出来，我们就破窗。没有听指挥，就是不服的，就是拿了刀子啊威胁我们的办案人，拿着小刀往仓库里杵出来嘛。当时我们就不敢靠近，对着我们就威胁那样子。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肯定不会被他威胁到的。面对疯狂的嫌疑人，民警们不敢贸然上前抓捕。而嫌疑人继续持刀与民警对抗并自残，企图要挟民警放弃抓捕。我们民警比较多，就整辆车辆都围住了嘛，他就根本就没办法走掉了，还自残了，自残就用刀子抓伤了自己的大腿，来威胁我们的办案民警。来了，过来，老铁，过来，过来，快点走。走投无路的犯罪嫌疑人情绪激动，不时用刀在腿部划割自残。面对嫌疑人的疯狂举动，警方找准时机迅速出击，猛扑上去，紧紧抓住嫌疑人拿着刀的手，将其牢牢控制。这名嫌疑人在大货车来来往往、路况复杂的国道上疯狂逃窜，被逼停之后，他暴力拒捕，甚至用刀威胁民警，还自残。2016年11月28日，四会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将嫌疑人控制之后，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那么，这名嫌疑人见到警方如惊弓之鸟，为了逃避打击，做出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嫌疑人叫阿明，1977年生人，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抓获阿明并不是四会警方的最终目的，在阿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涉嫌犯罪的团伙，警方想通过阿明去寻找这个团伙的头目，一个叫阿矮的人。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辆被拦截的汽车背后隐藏了一起惊天毒案。他就说有一个花名叫矮的男子，一个匿名举报线索牵出神秘犯罪团伙，很多都是说不认识。面对狡猾的毒贩，警方迅速出击，他们如何斗智斗勇？高速魅影，一线正在播出。2016年10月的一天，一条线索举报被反馈到了四会市公安局。这条线索中提到的一名男子，
行踪十分诡异，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惕。他的行动特点呢，就是都是周末，就是周五的晚上或者是周六的晚上，大概是晚饭过后就出发，从鼎湖出发，过去湛江就凌晨左右吧。他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飙的，都是167这样时速过湛江那边，基本上是晚上去，当在当地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就以167那样高速的开回四会，就是一辆车是这样的轨迹是不太正常的。被举报人的行踪不仅诡异，而且十分规律，他连续几个周末都会在凌晨时分超速行驶到湛江，在湛江做短暂停留后再连夜返回。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一路上他不停地更换车牌号码。每次去湛江的时候，他会开不同的车辆去，不同的车辆，不同的车牌，有时候可能还中途换车牌，一次都不一样，而且有时候他租了车还换个假牌上去。为什么这辆车，去的时候就这个车牌，回来时候又另外一个车牌，中途的时候又另外一个车牌？举报信息中说，这名男子之所以有着种种反常的举动，很有可能与毒品有关。他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来，我们休息，晚上没人查这样的时间来，这空隙来购买毒品回来贩卖。一般都拿一条两条，这样都比较大的，因为他的贩拿的货是海乐运来的，一条大概350克左右。这个线索让办案民警们都感到万分诧异，因为持续开展雷霆扫毒专项打击行动以来，这两年在四会一带贩卖毒品的活动基本已经销声匿迹，难道又起苗头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苗头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团伙或者这么一坨伙人呢，在售卖，在我们这里售卖这些传统海洛因，我们不知道的是怎样来的，是谁在将这些毒品海洛因流到四会这边来的？办案民警急于了解线索是否属实，尽快堵源截流。然而举报人提供的关于那名神秘男子的信息少之又少。他就说有一个叫那个夸名叫矮的男子，矮，很矮，那个矮，他个子比较小，我们白话里面就说个子小，大概30多岁吧，真名具体的个人情况就肯定不清楚了。外号阿矮，男，30多岁，这样的一条没有真实姓名又缺少其他线索的举报，其可信度到底是多少呢？一定要摸清楚有没有这个事实存在，我们一切都是大胆想象之中，以办案经验就想象，就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是在四会地区存在分销毒品比较大的人员，这也需要我们的摸排。带着种种疑问，民警紧盯线索不放，但是茫茫人海，调查工作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们是从那些吸毒人员摸起排起，揪出一点点的信息。他吸毒人员之间就可能有一个群体，大家沟通怎么样的所以就知道他是大概是什么地方的人，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这个夸名叫阿矮的人平时怎么活动，活动规律，生活规律，那些我们都要掌握。确定了这样的侦查思路之后，四会市公安局一边马上派出特勤人员，以贴靠的方式暗中打探关于阿矮的真实身份，一边在强制戒毒所内对吸毒人员进行走访。对阿矮也
不是说很了解，只知道能够从他那边能买到毒品。有个叫矮，啊，有的人叫他成，啊，有的人说他姓谢，把他收集他的情况，然后再得出他是，不是我们四会的辖区的人，是临近县一个县的，就是鼎湖的。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这名可疑男子除了外号叫阿矮，也有人叫他阿成，还有人反馈说他姓谢，很有可能是肇庆市鼎湖区人。这些碎片式的信息显然无法让办案民警很快确定其真实身份。从掌握吸毒的人员了解到，他们吸食海洛因的毒品都是从莲塘那边流入到四会的。毒品是从肇庆市鼎湖区莲塘流出的，而根据特勤人员反馈，阿矮可能也是鼎湖区莲塘人。办案民警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汇总后决定，就在鼎湖区范围内查找这个叫阿矮的人。去了当地派出所，通过他不断的连续的作战排查出一部分呀，这个地区可能就这样谢某，可能很多谢某，我们就进行一个排查，根据这些人员的特征基本的信息，然后把一些人给删除。当时留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人。经过几番海量排查，一个叫谢某成的男子引起了办案民警的关注。谢某成，男，1976年生人，出生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然后根据这个信息量呢，然后就再跟着用一些特勤、一些他们之间的群体去摸盘，把图片拿出来，再叫一些熟悉的人去辨认一下。很说不认识，当时也想过，我们会不会搞错了？他外面举报的可能就会不会那些信息有错误，我们也并不是这样想过，会不会姓谢某，会不会另外一个地方，根本上不是在鼎湖的，会不会在佛山那边呢？如果说这个叫谢某成的人并不是警方要找的阿矮，在随后更深入的调查中，办案民警发现谢某成在生活中有很多异于常人的习惯。我们在他的居住的地方确定他的生活的规律，秘密的去跟踪他，我们就发现他是在我们市会居住，但是他其实是鼎湖区的人。一般他说是晚上活动多，白天的活动就少一点，白天才睡觉的，睡到下午睡醒了就回莲塘那边。回莲塘那边呢，他主要都是就是喜欢赌，好赌涉毒的那种，可能一场麻将上来20-30万，就是真的发现他那个赌博他输了好像没事一样，好像那些钱很容易回来。这里面有几个疑点。第一，据查，这个41岁的谢某成初中毕业之后曾经在广州有过短暂的打工经历，之后呢是一直无业，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成天的豪赌，这巨额的赌资从何而来？第二，办案民警发现谢某成每天是昼伏夜出，和当地的吸毒人员来往密切。第三，谢某成的名下有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轿车，在2016年，谢某成经常驾驶这辆轿车来往于湛江和四会之间，每次出发的时间都是凌晨左右，当天回来，并且呢，他在高速公路上是不停地更换假车牌。谢某成的这些种种异常行为，是否说明他就是四会警方寻找的阿矮呢？一波三折，幕后老板浮出水面，苍茫夜色中，他们同毒贩展开了一场怎样的较量？高速魅影，一线正在播出。就在谢某成的嫌疑不断上升的时候，办案民警在调查中又获得一条信息，就排查了他一些前期的一些经历，包括他是
有没有吸毒的被强击过啊，有没有贩毒被我们抓过啊，这样子一排查他的前科，发现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被在阳江被判刑，判刑以后出来了就还在吸毒。也就是在服刑期间，谢某成认识了一个同为服刑人员的冯某，就能排查出这个人出来，这个人也是吸毒人员来的，吸毒人员来的，多次被强戒过，又之前又贩卖过毒品，又被抓过的，我们就把他纳入我们视线了。因为当前期我们侦查的时候，他的轨迹啊，他的都是往湛江那边去，找货源的嘛，拿货源回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姓冯的湛江人作为重点来排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多方努力工作，线索被逐条梳理，初步核实了线索来源真实，谢某成与冯某有重大嫌疑，一个隐藏在四会市的贩毒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四会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我们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按照打团伙、吹网络、扎毒枭、断通道的工作思路，强化侦查经营，力争全链条一网打尽。我们要掌握充分的证据指证，才能把他入罪，因为他们很狡猾了，假如说不当场收获毒品的话，他们肯定不认，没有证据。为了尽快人赃并获，专案组兵分几路，一边对谢某成以往去湛江取货的轨迹进行调查，一边派出两组民警对其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排查也花比较大精力的，我们还是分了好几组人，去到了高速公路，的指挥中心，用最笨的方法了，一个一个看。他有一辆旧款的黑色本田雅阁，他的车牌是挂着箱的，就湖南那个箱的，后来这辆车消失了。经查，在最近的4-5个月里，谢某成每隔2-3个星期都去湛江一次，每次都是凌晨出发。自从他驾驶的黑色本田雅阁轿车消失后，他每次都驾驶着不同的车辆前去湛江取货，都是从租车公司里面去租一些车况好的、马力足的那些汽车去，而且呢上高速以后呢，他就会换掉这牌子。他是在下面还有2-3层的分销人员，从湛江地区购买了毒品回来，第一时间就马上给下面的那些马仔分销，马仔再给其他再对下给其他分销人员。由此可见，谢某成十分狡猾，他将自己隐蔽在黑暗之中逃避打击。更加让办案民警焦虑的是，谢某成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在对其跟踪调查的过程中，他迟迟没有再去湛江取货。他在四会城区有一间出租屋，我们进去到他家的周围进行布控，发现这个人就是半夜才出来，他半夜出来通常是和下家接触啊。也就是通过谢某成在夜晚频繁接触的几个人当中，办案民警发现一个叫阿明的人，就是这个贩毒团伙中与谢某成走得最近的一个马仔。那么能否从马仔阿明身上找到突破口呢？收网收下线的一个是我们前期侦查，就是说证据收集的一个需要，另外呢就是想从这个下线呢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他的一些信息来对我们下一步的侦查的措施和方向啊，那些警力的调配啊，就是这些都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参考。2016年11月27日，专案组接到线索，马仔阿明将在11月28日下午有所行动，拿了一些毒品准备贩卖出去的时候，因为经过我们都有跟踪的情报，都有在监控的，
当时就发现他在一个大沙镇的国道旁边准备跟人家交易的。我们正准备抓捕的时候，因为他警惕性很高，反侦查意识很强，他当时呢借我们的车靠近就逃跑，一行逃跑的时候就撞车了嘛，就撞到停在路边的一台车。于是在肇庆四会市的一条国道上上演了本片开头的一幕。经过一番抵抗，阿明被抓捕归案。在他驾驶的车辆里，警方查获冰毒26.57克。谢某就是他上线，他的货品就是从那里来。谢某他那个分工比较明确，他并不是直接可以给到货了，可能给货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啊，再分下去。经审讯，阿明交代，谢某成将要在2017年1月15日再次到湛江拿货。得到这个线索后，专案组研究决定，组织警力在四会高要布控守候，来个瓮中捉鳖。他一下高速路口以后，那个速度，开车速度145了，很快的，很危险。而且很，如果我们也以那样速度跟上去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了嘛。所以说，我们先按兵不动。因为他在莲塘有个高速出入口啊，他在那里上去的，我们就估计他回来也是那里出来。我们这一边等他去购买毒品回来的时候，准备在几个高速路口上堵截他。2017年1月15日当晚，办案民警得到线报，谢某成和一名马仔租了一辆越野车，从肇庆市莲塘出口上了去往湛江的高速。次日凌晨1点多，他顺利取货，以160码的车速驶向莲塘。差不多跟以前一样的了，就上车以后，上了高速以后就换牌了，换了车牌。那说，所以呢，我们就按照他的时间段，看看他在哪里出口。在后来还是没有发现他从哪里出来的。原来凌晨5点多的时候，守候在莲塘高速出口的办案民警发现，谢某成租用的车辆由马仔独自驾驶出了高速，而谢某成似乎是消失在了高速路上。而事后调查的结果让办案民警感受到，谢某成的确十分狡猾。他没有到再翻查一些信息而来，我们到底他去哪了后来才发现他是在前一个路口就下了。他是拿着毒品在高速路上下车，爬下高速，爬下去高速以后，他下了高速再绕回去接他们，是这样人货分离。带着毒品已经走了，没打到这个毒品就没意义的，所以我们就都会让他放他过去。所以我们在去年从发现到经营到去年底，我们组织了3次的对他实施抓捕，都没有成功。警方之所以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贩毒团伙的机会，是因为时至今日，毒品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大公害。说起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在四会市的强制戒毒所里，生活着10几名女性戒毒人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毒品成瘾者只有15岁，而在他们的背后就是10几个绝望的家庭。其中35岁的阿平来自于贵州毕节，他的母亲在当地是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毒品的危害从小就根植在了阿平的脑海里。那么阿平是如何染上毒瘾的呢？正值芳华，是谁让他染上了毒瘾？两地同时抓捕，高速路口上演惊心一幕。高速魅影，一线正在播出。之前我根本就很恨这个东西的，因为我妈妈也是在我们那里戒毒所里面上班的，
本来自己也不小啊，读书啊什么的，我自己读的就是法律系的。这是阿平在四会市强制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第二年，再有几个月他就可以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生活了。但是阿平说，他不知道走出戒毒所之后要去哪里，因为当初他是自己从贵州毕节家里跑出来。直到我第一次被抓刑拘15天的时候，找他们拿东西的时候，他们出卖了，然后我就被抓了。阿平说，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被拘留15天后，他是怎样面对绝望的父母的。那天刚好是过年嘛，然后放人放得很早，我就自己回家了。回到家里面，我爸我妈他们也没说什么，把他气得走远了。母亲没有指责，却大病一场。阿平明白母亲心里的绝望，他决心戒毒，但是多次戒毒屡次失败。2015年，阿平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选择了与父母不辞而别。那年阿平的儿子只有4岁，离开的当天他把儿子骗到了幼儿园。我送他去读书，我说放学我去接他。阿平没有实现去接儿子放学的诺言，而是独自踏上了去广东的火车。而当时那些引诱他一起吸毒的朋友也在广东。2015年7月，阿平和朋友一起来到四会市寻找毒品，在购买毒品的过程中被四会警方抓获，之后他断绝了与父母的一切联系。一年多在这里面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我爸我妈还有孩子。管教就是让我告诉他电话，然后他打电话让家里面办证明，我就可以早一点出去，不用坐着呢。我说不用，没脸见他们，我就想让他们认为 我死了。其实在四会缉毒警察的工作经历中，如阿平一样被毒品折磨着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有些吸毒者因深陷毒瘾而家破人亡。所以尽管几次抓捕失败，但面对狡猾的嫌疑人谢某成，四会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没有气馁。我们及时调整抓捕方案，进一步加强对嫌疑人谢某展开布控追踪。2017年2月17日，我们再次接到线索，谢某准备前往湛江与其上线进行毒品交易。为了不让毒贩子再次从眼皮底下跑掉，民警兵分两组，一组提前赶赴湛江蹲点布控，另一组则白天黑夜轮番守候，盯住谢某成的一举一动。跟市局的领导啊，他们的专组就商量，就上报省厅，由省厅禁毒局协调我们跟湛江两地对这个案件进行联合侦办。就在湛江他买到毒品之后上高速之前，那时候肯定他人货都还在车上呢，啊，就选择那时候收网。靠近那里交易地点的最近的一个收费站只有一个，沿途也安排了人，就是他车过就一跟着一起过去，快到高速的时候通报过去，就在那边关闭了那个车道，关闭了车道之后就等他过来。2017年2月18日凌晨10分，办案民警发现谢某成驾驶着租来的小汽车离开肇庆，直奔湛江。前面在收费站，等个车速一慢，即刻抓捕。我早按预定到咗。收到收到。他以往一直都是一辆车的，这次用两辆车，因为两辆车给的难度造成更大。毒品究竟在哪一辆车上？那个组织策划者谢某究竟在哪辆车上？他因为两辆车都不断的更换车牌，我们很难掌握。更让办案民警不明所以的是，谢某成到了湛江之后，
并没有急于与上线冯某联系，而是不停地在街头转来转去。他已经跟冯某联系说晚一点到，但是时间没说，到了会联系他。他之后就在街上兜，一直在街上兜。办案民警分析，这是谢某成有意使用的障眼法。民警及时把情况报告指挥部，专案组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守候。凌晨三点多，谢某成驾驶的小汽车来到湛江市徐闻县，与上线冯某开始交易。谢某还开了一台车，就往高速收费站那里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交警查车啊？高速路口有没有警察在那里设卡之类的？凌晨四点，谢某成完成交易，向收费站驶去。这时，指挥部下达收网指令。就在谢某成等人接近收费口的时候，伏击民警果断出击，组成夹击攻势，与谢某成等人展开生死时速的较量。他们已经很警觉，见到我们人来就跑，我们就让十几台的警车汽车去堵截，就在那个他们准备上高速的时候把他截到。他把我们的几个车辆都撞烂了，围过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听指挥。至此，这起特大贩毒案被成功侦破，警方切断了一条由粤西流向珠三角地区的毒品通道。警方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谢某成、龙某等人，在其驾驶的小汽车里搜获到海洛因2.76公斤。所有的贩毒行为都因利益驱使，而最终的结果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